一场由人工智能带来的赋能革命正在医疗领域发生。人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解决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有效地延长人类的寿命。There are some extraordinary opportunities in the medical area. 人工智能也能当医生吗？攸关生死的医疗行业正在发生怎样的改变？So when it's medical, it's clearly going to be a worry to get these systems done correctly, and we don't have the technology yet for doing that. 你会愿意将生命交给冷冰冰的机器吗？他们能够学会医者仁心吗？今天，人类的平均寿命已经大大的延长了，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已经过时了。但是我们不仅希望活得更长，还希望活得更好、更健康、更有活力。这就需要更高品质的医疗和康养服务。但是问题来了，现在的医院已经是人手不足，有经验的医护人员更是供不应求。那么人工智能能够帮上我们多大的忙呢？在2017年，一款叫做小医的医疗机器人以456分的成绩超过了96%的应试者，通过了国家医师执照的考试。如今呢，小医就职于安徽省立医院，负责提供导诊的服务，彬彬有礼，而且不知疲倦。您好，我是小医，有什么问题可以帮您？贝哥在门诊二层。医疗是中国人工智能应用的四大重点领域之一。人工智能对于医疗行业的改变，可不仅仅是提供像小医这样的导诊机器人，而是涉及到了像管理、诊断、治疗、研发、康复等各个方面。但是如果机器人出现失误该怎么办呢？2015年，英国首例机器人新瓣修复手术就发生了医疗事故，病人于术后一周去世。看来当我们决定把生命交付给一台机器之前，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考量。比如说，什么样的人工智能才有资格参与手术？医生和人工智能的责任该如何划分？设备厂商又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虽然人工智能的潜力巨大，但人类对于新生事物总是充满了质疑和担忧。人工智能依靠的是两个资源，一个资源是数据，一个资源是知识。如果没有这个资源，那么人工智能做起来就非常困难了。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制约条件？现在做出来这种系统非常脆弱，很容易受到干扰和攻击。你稍微有一点点变化，它可能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从目前的人工智能水平来看，机器还不足以和人同等的来看待，它无非是更加自动化的一个设备。Is that data is the key to training these multi-layer networks in order to accomplish their task. And if the data is biased, or if it's wrong, then the behavior of that artificially intelligent system will be reflecting in that bad data.